来，坐好。练的那边。啊，我们练哪个？那 page。page 哪个？郭老师。page 哪个？ page 哪个？这个没练过哈。老师是这样教我这个。老师今天要教，老师先要教你，看你以前练的怎么样。我们 page 23 right？ 学习是 page 23。啊，等错了吗？第四个手指，第三个是四个手指，啦，来重新开始。第四个手指。Number four， 你做的很棒，我帮你做好。对，好，重新开始。手拿好，手放好，看好。首先这边，那这是第几只手？哪一只手？也对。哆，这个是右手，这是右手，安娜，这是右手。第一个是左啊，第一个是左手，后面是右手。把我那个放在外面。啊，好。OK， 安娜左手干。左手 number one first。Number finger number one. Half note C. Half note C holds for two beats, right? 嗯，等一下。可以看，安娜，你看，你知道哪种？好了，你再弹。左手，大指大拇指。对，左手大拇指。安娜，我们要他们去破坏。回个。来，快点！为什么我们 A 要去爬？安娜来。安娜，你看，你这个会吗？为什么我们 A 要去爬？安娜，你看，这个会吗？这个。为什么我们 A 要去爬？那我们不去。我想要去的。好，坐好。OK。来，这个是。安娜 ，concentrate。这个是。Number one， 在右手喽。你先看，安娜，这 top 是，安娜，哇啊，来，等一下，那第二小节，安娜，你看第二小节的 C 是右手，妈帮你弄，妈妈，好。好，很棒。那个我要给。啊啊啊啊！妈妈，等一下。
我帮你拿。好，认真啊。好，你看，首先左手按下看了，按下看了 ，be concentrated， OK， 我们把它 finish， 来。第一只是左手，安娜坐好坐正，在右手，安娜在右手，安娜你没坐好哦。爸爸，这首新歌，这首新歌你要不要学？你不学我让哥哥来学好吗？那你快坐好，我数三下 ，one two three， 七弟，耶，安娜来。安娜，这个你不会的吗？妈来看。哦好。来，安娜，你这个不会的吗？这个声。好好好，这翻译翻译。来，安娜，你手放好。你看，老师在那等呢。你手放好。你看，安娜手放好，手放好了没有？两只手都放好啊。对了，在右手 three number three 右手。对，在右手 one。右手 one， 对，在左手，左手 number four， 左手 number four， 对，在左手 number one。安娜，安娜。然后左手 C。哦，左手 C， 左手 C， number one。左手心，好，慢慢拿着。我想要拿着。放在地上，安娜，妈妈会生气了呢。安娜，老师不教你了哟。安娜，那你不走了，安娜，你看，老师要走了，你看，你看，快点，马上放在这。So sorry， 来，妈妈帮你放在那，你有两只手都要用，等一下给你。好。我要扔到垃圾桶里面。那你放在这，马上。这样。快点。我想要这安娜，快点看，看了 ，OK， 你看了这个 note， 这首歌。太难了。啊，太难了。我告诉你，你那个老师会教你啊，才会啊，不然你就会自己弹了啦。太难了，老师要教你啊，来。太难了。安娜，这样好不好？我弹一个音标给你。好吗？你看老师，老师弹。老师，那个键盘看不大清楚。我的键盘看到。看不大清楚。对了，这样子看得清楚一些。好，安娜来，看了，手放好，安娜。安娜再看了，这样。这个手。对呀，你看。对 ，left hand， 对。这个小 left hand。是。在 number one， yeah， C。在 right hand， three。对， number three。那这个。对。这你看了，安娜。哪个？安娜在右手 left C， 这安娜你看这个 note。这个地方，这个，对，在左手，左手 number four， 对，对，在左手 number， 然后左手 C， middle C， 左手。我看不到你的眼睛。没关系，眼睛看不到，看手。你看。来，安娜左手是左手，这只手 ，C C C。
右手递，右手递，右手递，递，右手对，在右手 C。C， 右手 E， Alex，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坐好，安娜。A B C D E F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nna， 我的妈妈比较久，等一下。开始了，好，来，手放好， Alex， 弹 funny face， left hand first， 哪个第一个？最后两个 C 是三拍数够十指，数够三拍 dotted half note。 最后两个。3, 4, right? 这个两个？对。Drum， 但就是节奏，那这样吧， Blow the man down， can you play this one？ 你会吗？ Blow the man down， 我知道，这个，2, 3。Thank you.
four, right? Two, four, two, right? Left hand. Two, four, two, two.是 the first space， 对，在第一条线和第二条线之间的一个 space， 好，对，然后那你 OK， 你能告诉我这些 can you tell me the letter names for those notes？ 啊，什么 letter the note？ What is the note name？ Name， for example， this is D， right？ You check， 跳。Whole note. D. E. No, second one is F. F. This is F. This is E. The first line is E. Wait, this is F? This is F. This is. The first space is F. So this is D. Oh, D. This is F. Uh-huh. This is E. E. And this is C. C. This is D. Uh-huh. D. This is E. E. Uh-huh. C. Uh-huh.这是 F， 对。Okay. Start read the piece. The first note is the new note F, and use four feet. Oh, the finger four, finger four. 对。几拍？这个曲子是多少 count？ Two. 多少 count？ 哦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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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 half note F, so it holds for two count. But each measure has four count.Right, because it tells you in the time signature 4/4. 那你弹吧。弹。手指，手抬起来，手放好。抬起来，四指抬起来，
竖着弹琴。哦，这是第四哦。学得很快，他因为有基础，只是前面不想学 piano。这个就会看谱子，有基础。是。OK， 那你试一下这 Yankee Doodle。哦 ，Yankee Doodle。Alex， 你看谱子的时候，你看每个 system， 你看这个像一个 bracket， 这个地方是有 treble clef， bass clef， 好多四，对不对？那你上面这五线谱上，上面这 step 就是有它的音符在下面这个地方，那就是左手 bass clef。这边。
左手。换到左手吧，左手 A 用三指。三指在右手。谢谢老师。